送了他们最后一程啊。哦，有个死亡的仪式感，但是有棺材能量呢，就要有人躺，太棒了，谁躺？我们看这群人哪一位成员抽到这个躺棺材的签，就给我们躺进去。好，我不演上。他变脸，他变脸。哎，自己唱自己的歌太悲催了吧？大家好，我是老 K， 我是大天。我们先来到岩上这群人的主视觉拍摄现场。哦，在现场有一个棺材，为什么？送了他们最后一程啊。哦，有个死亡的仪式感，但是有棺材能量的，就要有人躺，太棒了，谁躺？我们现在就要抽签，看这群人哪一位成员抽到这个躺棺材的签，就给我们躺进去。好，上面下面。我平常下面。好，你不要放在下面，意思是什么？啊，什么爱？停更后你最担心谁的未来？对啊，停更后最担心谁的未来？不能讲自己哦。我当然不会，我最不担心就我自己。我刚刚打开来的第一个脑子浮现的名字是我们家的石头，我只知道他的小孩在干嘛，跟他老婆在干嘛，但是石头本人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干嘛。所以我这边我就想问，你在干嘛？说出音声的三个缺点。我觉得你抽的很棒。音声的缺点呢？我可不可以写30呢？抠一下，然后自己闻。抠一下自己闻。他会说他自己的很香，没有味道。太恶了吧！烂货、烂泥、烂摊子，这三个烂了。经纪人，这真的没有问题吗？每一次拍片之前吃大餐，然后呢，隔天水肿。说他很胖，不爱洗澡，有时候来梳化的时候，他就会张扬，他都会说啊，我没有洗头，那可不可以帮我抹一下干洗发？我就问他说，你只没有洗头吗？哼，我一个礼拜也没洗澡了呢。一个。第三个呢，是阿拉爱迟到了，他的理由绝对是可以说服得了你。刚出门的时候，狗他受伤，对，受伤，可是大便喷的到处都是，他就是狗，狗，他就在说他。好、哦，就是你呀、啊！什么意思？一个大奖，什么意思？不会生气吧？不会啊，有红包就好了。有红包吗？停更这么缺钱？我这个要求位置要够大，因为我很会翻身。说出展队三个展队的缺点。哇，这超好讲的，你讲20个也可以。私底下偏无聊，太爱讲道理，管太多，太长舌妇。你刚说太长的时候，我有点吓到。我来人身攻击一下，展瑞哦。你不要想说你穿棉裤的时候下面一大包啊。那你们第三个，我觉得我的严重一点，当然他不会看到。严重一点，是我。我觉得我理财观念很差。停更之后你很危险，怎么办？你多找我做案子。这群人谁脾气最差？当然是双胞胎。两个都差，两个都很差。两个都是假好。两个没办法比出来谁最差吗？拍片很爱生气吗？来，三二一，我单，我最差。假好。他们讲了很多很伤害你的话。真假的？我演上。他变脸，他变脸。展荣进行你的挑战。自己唱自己的歌太悲催了吧！